今天跟各位介绍，这是2021年的 RIV4 旗舰版所推出的电子式后视镜。我们可以从上面直接看到后面的影像，而且兼具的前后行车记录器的功能。那后视镜的底下有开关，可以关闭电源，还有调整它的一个角度的部分。我们在下面这里可以看得到，有开关在底下的部分。那车子有靠过来的话，它是直接可以从后视镜上面看得很清楚。那如果说用不习惯的话，底下有电源开关，可以把它关闭，直接关闭就可以了，就会变成跟一般的后视镜一样。那让各位参考一下，这是2021年的 RIV4 旗舰版的电子后视镜的一个部分。